他完全看不见你了。对啊，闭眼。但你躲应该是这么大。这样，对对，我还有观察这个。啊，还有观察。把他请走。刚才躲有点像鸵鸟。对，我看不见就看不见，我闭眼，脑袋扎进去。你一出来之后呢，第一个状态就是质问你。我上次叫你出来，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生活。你怎么？最后我呢，就我想找一个类似于那种，自投罗网一类的，你怎么自甘堕落？中间会问那个目的，说你来这干嘛？啊、其实是我找唐、啊，我找唐儿，唐儿丢了吗？这是哪儿问的？马毅是宣传营的人，卢总，你见过他吗？然后倪毅就觉得你就是有点怪怪的，对，就是有点能量，哎，那说不清楚，你走掉，然后留你一个表情，哎，有点奇怪了、然后也因为事态紧急嘛，就说那行吧，你就此告辞，他就走。你快收拾收拾东西，我救你走。这儿我比你熟悉，要救也是我救你。他们都在烧杀抢掠，十恶不赦，相当的危险。我们营虽然仍在里头，但仍然坚持着很久。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逃走？贼寇已经把四个城门都断了，完全没有出什么可能。就是摧毁我们信心来的。摧毁我们信心来的。要不然把卢素啊拉到一边去聊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其实怕大家乱。如果这番话说完大家都听见了，那就全乱了，就有可能你把他拉到一边，就你俩悄悄的聊大事。那我得先把馒头翻了。对，就馒头一来一闭就好了。对，他们抵抗不了多久，大家千万不要出去。那大家跟我说、我悄悄跟你说的。你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出去、我还老得跟你就跟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出去。你们千万不要出去。还老心系天下。不是罗书婉就是这样的一个那种比较大气，前面应该是那种柯南，就是不是柯南，就是那种很有智慧的那种女人，是雅典娜。